日前，林志玲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了一组米兰的街拍美照，照片中志玲姐姐身穿多套造型，其中一身粉蓝色长裙显得格外鲜美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现身留言点赞，小姐姐宇宙最美，不接受反驳，天阿撸是仙女下凡间了吗？